既然是替人看病的，就不能见死不救啊！啊，大爷，我没病。哎，不，见色乱性，白昼行凶，你的歪心病实在不轻啊！既然你看中了我，我苏银龙好歹也要教一教你这个朋友。阁下是哪条道上的英雄？ 你就是龙行剑，打华丽群。别动手，我们先谈谈。少啰嗦。 条件啊，请你吩咐。从今天起，不许离开我身边半步。
直到我纠正了你的歪心病，永不犯色戒，才恢复你的自由。怎么样？哎呀，是。 你要管闲事，那个是我的朋友啊，我不好意思，我在外边等你。下下下下下下啊！哎呀，下下下下下下啊！哎呀，这通吃啊！来来来来，同志啊！同志啊！同志啊！来几个包子一壶茶。来啊！哎，各位。 怕输的赌，就怕断了赌，你们要翻本，尽管下。下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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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我要读你面前所有的。哎，好极了！哎，慢着。我坐庄。哎，可以，请。全红一色，我赢了。 你是老虎头上拍苍蝇，自己找死！哼，不见得。我想替你治一治诈赌骗财、专做坏事的歪心病。你不配。手底下可以分强弱，我们到外边去。好。 金钱来的不易，以后你们不要再赌了。这些钱，你们拿回去吧。道不同，不相为谋。你怎么会跟他在一起？一言难尽呐、啊，我现在是身不由己呀、啊。他来了。 别动手，我们谈好条件再动手。你说吧，你赢了我，在下任凭处置。如果你血溅三尺，我死在你面前。哎，我不要你死，只要你跟着我，永不赌钱，永不诈骗，再还给你自由。好，就这么办。
不不，我只是想摸一摸。<笑>才行啊，这种日子我实在过不下去了。我还不是跟你一样啊，再有三天不让我赌，我非死不可。不要说三天，就是一天不让我抱妞啊，我已经是活不成了。哎，我们逃吧，逃！他的本事那么大。 你我根本就甭打算逃，两个人合力给他拼，我们不一定是他的对手。哎，才兴啊，让我们放一只信号试试看，如果附近有我们的兄弟发现呢，一定会来找我们的，我们请他去通知老大来救我们俩。哎，对，有道理。 是一家，请问朋友排行老几？威震八方第一人啊！老大，龙头，你快点想办法救救我们吧！什么事情？ 你们放心，我会替你们安排的。 黑布蒙面，想必是做错了事，有愧良心，无颜见人。不错，就因为我心术不正，才要找你替我治一治歪心病。可是治病有治病的规矩，我知道，比武交易，先分强弱。要是我赢了，跟他们一样，永远跟随你身边，一直到改邪归正。 才能恢复自由，朋友，你打听的还真清楚啊！如果你输了，哼，任凭阁下处置。好，我们以三阵分胜负，谁赢两场，谁就是胜利者。请。 超人。
第一场你赢了，第二场你先请吧。 众人首重信义，阁下你听凭吩咐。我要你替我办一件事。离这儿不远有一逍遥庄，庄主花世英是一位隐士长者，他家里有一颗祖传的火龙神珠，请劳驾把他取来。阁下武功超人，为什么不自己去取？我有不得已的苦衷。 所以才央请少侠费神。是明取还是暗夺？见机行事，少侠自行做主。嗯，三天之内我一定不负所托。嗯，我们仍然在这儿见面。好，不过我希望知道阁下姓什么，叫什么，瞻仰你的庐山真面目。哈哈哈哈，少侠何必要强人所难呢？ 就凭你的蝴蝶神镖，我已经知道阁下是谁了，只不过想证实一下罢了。总有一天我们会赤诚相见的。告辞。请问三位找谁呀？我要见你们花老庄主。庄主出门访友，好几天没有回来了。哦，他妈的，会那么巧？别耍花招了，我们进去。 啊！你们干什么？来人呐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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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人呐
哎呀！
游庄虽然不是龙潭虎穴，可也不是好惹的地方。你们上门欺人，未免太过分。言语不合，难免误会。我划了一群，愿为请罪。好，念你们无知初犯，我饶了你们这一次。哼，哎，这小子男不男女不女，说话挺骄傲，看着就不顺眼。嗯，先把他干掉了，再找老头子。嗯。哎，慢来慢来，君子动口，小人才动手。这小子看来是个窝囊废，嘿嘿，我看他八成是兔相公。住口！士可杀而不可辱，我少庄主可不是好欺负的。啊，原来是花公子，失敬了。不知者不罪。庄主外出，不知花公子可否当家？一笔写不出两个花字，当然可以当家了。那好极了，我想要借用一样东西，火龙神珠。火龙神珠是我花家祖传珍宝，你要想得到它，恐怕很难如愿。我势在必得。你要是在十招以内不用兵器把他们打败，火龙神珠我双手奉上。哦，好，我倒愿意试试。上。这个算不了什么，等会儿他们就会复原的。拿来。什么？火龙神珠啊。啊，火龙神珠由家父保管，我不知道在什么地方。啊，看你一表人才，谈吐也不俗，想不到竟是一个失信的小人。笑笑笑掉你们的牙。你看他那个劲儿。哎，不敢打赌，他要是一个女的，一定会把你迷死啊。哎，别走啊，阁下既然不守信言，恕我无礼。你要怎么样？我要把你当作人质，等庄主回来，拿火龙神珠换人。你们讲不讲理啊？夜深了，我要休息。哎，请请啊。那你们出去啊。嗯，你说什么？我叫你们出去。哦，你倒挺会指使人的，你在屋里睡觉，叫我们出去喝风淋露水啊。一间茅屋四个人怎么能睡呢？哎，你睡你的床，我们坐我们的椅子。不行啊，我哎，你怎么了？你们这三个大傻瓜，带一头鹅。嗯嗯嗯，别睡了。
你们是真的傻还是装蒜呢？哎，我不懂你的意思。哎，怪不得娘娘腔十足，好像是个兔相公啊。我们出去。好。逃走啊！你来干什么？我要跟你赌一次。赌一次？哎，哎，你要是赢了，我就放你逃走。嗯，要是我输了呢？输了，你身上有钱吗？就这么一定啊？好吧，过过瘾总比没有赌强得多了。哦，你是个赌鬼呀、啊！哎，你要输了，这锭银子就是我的了。哎。哎。我绝不许任何人对姑娘有所侵犯。别走，人欲横流，这太可怕了，我要走。啊，恐怕没那么简单，除非是……拿去火龙神珠，你可以打开来看看。是真是假，我也分不清，看不出。姑娘请便。万
万一宝珠是假的呢？哼，好在逍遥庄离此并不远。哦，你会来找我？嗯。姑娘，恕我不远送。哎，你怎么放他走了？这是什么？天下无不散宴席。我要跟两位分手了。你说什么？哈，明天起我们就各奔东西。这颗宝珠，哎呀，当然是送给那个蒙面的英雄喽。哦，不，我要把它高价出售。我以为你是一位正人君子，原来和我们一样，见财眼就红。我们的歪心病还没治好呢，你自己也得了歪心病了。你们不要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。火龙珠虽然珍贵，华丽裙并不消一顾。目前江南久旱，灾民无数。我要把火龙珠变卖了，换成米粮来赈济灾民。哼，大仁大义。哼，说得真动听啊。蒙面人不会轻易放过你。为救千万灾民，牺牲在下，死也值得。啊，我们虽然相处不久，所以说不打不相识，总算是朋友。我希望后会有期。你片刻就会身亡啊！你们的心太狠了。善有善终，恶有恶报。今天分手，我必须奉劝二位放下屠刀，立地成佛。人无伤虎意，虎有害人心。我没想到你们俩会在我酒中下毒。杰西，知道的太迟了，我们俩早已经吃了解药了。嘿嘿，穿肠剧毒，你片刻就会身亡啊。你们的心太狠了。是你自己不好，谁叫你不肯把宝珠献给我们老大，献给我们老大呢？蒙面人就是你们龙头老大。老大不错，今天我们不害你，就没办法向老大交差了。火龙神珠拿来。只要我有一口气，你们就别想到手。独斗，我不是你的对手，两个打一个，你不见得赢我们。
我死了，也不能让你们活下去。中毒很深，快把他扶回去。哦，爹。嗯，这种人你不必管他。人非圣贤，谁能无过呢？我总不能见死不救啊。万一他恩将仇报呢？看他的外貌，不像本性歹恶之人，我相信不会的。武功卓绝，你必须慎重考虑，免得养虎为患。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。玉妹，你不要再说了啊。下于生死边缘，此恩此德永铭不忘。济世助人是我应尽的职责，少侠不必言谢了。哼，人心隔肚皮，知人知面不知心。你嘴里口口声声在道谢，心里面不知道在动什么歪脑筋。大错铸成，后悔莫及，不过血溅三尺，我也要拼了性命把火龙神珠抢回来，告辞了。站住！你的身体还没有复原，不宜劳累，必须要静养，保住失落，我的罪恶深重，只要能物归原主，随死无憾。看你外貌挺聪明，谁知道是个大傻瓜啊。要是没有火龙神珠，你的命早就没得救了。告诉你吧，我给你的那颗神珠是假的。嗯，这颗宝珠会是假的？火龙神珠不是普通的珍宝，花玉梅不会把它轻易地交给别人的。也许当时的情况不同啊。我叫你们准备杯子跟水，就是要试一试它是真的还是假的，把它放到杯子里面去。好。哦，火龙神珠可以吸水收毒，这颗珠子不能够吸水，当然是假的。哎，老大，老大，我们找遍了他们所说的地方，根本没有华丽君的尸首啊。
地上只看见放的那两把不能用的追魂伞和夺魂旗呀。哦，今天晚上你们要到逍遥庄去，记住把火龙神珠给我取回来。哦，知道了。华丽群是生是死你们也一定要查清楚。是是。恭候多时了。假的明珠欺骗不了有心之人，我知道你们一定会来的。哼，花老庄主老谋深算，果然是名不虚传。你们这两块料连看的资格都没有。假珠子欺骗我们，我正要找你算账。哎，干脆你嫁给我做老婆，火龙神珠算是你的陪嫁，狗嘴里吐不出象牙。嫁给我做老婆呢？阁下用皮面具遮脸，不敢露出真面目，想必是熟朋友。不错，飞镖暗算你不是英雄。是英雄是狗熊，十招以内就可以知道。援助老朽不胜感激，请问啊，江湖浪子无名小卒。华丽群，你少耍花招了。你虽然说话改变了声音，脸上又戴了皮面具，可是你的衣服没有换，而且体型不能变，我一看就知道你是谁。花姑娘，
你真聪明。少拍马屁。哎，这些消息都是真的。嗯，逍遥庄里的人都这么说嘛。老大，我们一定要替柯才行和苏英龙报仇。哎，华立群绝对不容许他再活下去。嗯，我自有安排。因为年幼无知，请少侠不要见怪呀。啊，花姑娘爽朗赤诚，正是性情中人。哼，你就是把我捧上了天，我也不会领情。哼，你别以为昨天救了我爹，我就会改变对你的观感。哼，告诉你，你跟昨天死去的那两块料一样，也不是好东西。不要说了。嗯，骄横无礼，玉妹，你太过分了。老爷，嗯，封俊杰、封少侠求见老爷。哦，请他进来。哦，是。爹，我去接表哥。嗯。少侠，你在想什么？啊，我想出去走走。哦，请便。安，请舅父恕罪。哦，起来起来。爹，华立群呢？哦，他。叫公超人，为什么不自己去取？我有不得已的苦衷，所以央请少侠费神。是他，一定是他。有一件事想跟你商量。请说吧。我知道你对我印象很坏，其实我并不是你想象中的恶徒。今天我必须把事实告诉你。哦，火龙神珠是蒙面人指使你来取的？嗯，你认为蒙面人的体型身材跟表哥相似，可能就是他。哎，是的。挑拨离，你别有用心。进。画龙画虎难画骨，知人知面不知心。我虽然和封俊杰素不相识，江湖上盛传他的蝴蝶神雕无人能敌，蒙面人既然和他的绝技相同，不是他会是谁？任凭你说的天花乱坠，我也不会相信。路遥知马力，日久见人心。害人之心不可有，防人之心不可无。神珠是祖传的家珍，也是我将来殉葬之宝。嗯，玉梅，你怎么可以随便的乱放呢？爹，您不懂得人的心理，越珍贵的东西越放得越明显的地方，反而不会引起人的注意。啊，表哥，你说对不对？哎，表妹高见。价值连城的火龙神珠，我把它放在花瓶里头，谁会想得到呢？有人没有？
庄的人都死光了。啊，庄主，私入内宅还要高声嚷叫，未免过分了。你们太看轻我华世音了。这是我们老大事先的安排，我们不敢违背，只是奉命行事而已，还要请庄主您多多原谅。你们老大是谁？哎，现在不能告诉你。是不是华丽群？华丽群，他不配。啊，那么三位的大名是否可以见高？好，张逸飞、葛志平、周天明。原来是武林三杰，久仰了。哼，一个瘸子，一个瞎子，一个没有双手，你们三个人不像人，鬼不像鬼，还要在我们逍遥庄逞英雄。哼！啊啊！他妈的，老子宰了你！哎，别忙，别忘了老大的吩咐啊，不许在这儿伤人呐！不伤人。老子教训教训他。老大，东西到手了没有啊？你们声东击西，实在是调虎离山之计，太卑鄙了。哼，可惜你知道已经太迟了，走。风俊杰，宝哥，真的是你啊。既然秘密已经揭开了，干脆点，我们打开天窗说亮话。我真没想到，亲外甥竟谋夺舅父的珍宝。只怪你死心眼儿，一定要把火龙神珠当作你自己寻葬的祭品。汉室神物，我不忍被糟蹋，又不愿意破坏我们亲戚的感情，所以才不择策略，先拜华丽群，再迫使他出面取珠，替我完成心愿。没想到波折重重，仍然揭穿了我的真相。哼，若要人不知，除非己莫为。冯俊杰，从现在起我们情断义绝，彼此不再认识。哼，既然你不认我这个外甥，我又何必顾念我们亲戚之情？除了玉梅，我要你们两个死。Hey!
把珠子放在杯子里。我明白庄主的意思。不不，我现在已经改变了主意，这颗神珠不应该作为我陪葬的祭物，你把它变卖，赈济灾民，替玉梅修修阴功。好的，我一定遵办。几年没见，你不仅越来越聪明，也越来越漂亮了。嗯，小表妹，谁是你小表妹？风俊杰，我花玉梅不是三岁小孩子，任凭你说尽了好话，我也不会告诉你真的火龙神珠藏在什么地方。我已经改变了主意，火龙神珠我不想要了，因为鱼与熊掌不可兼得，我要的是你。你笑什么？你聪明，我也不傻，你的鬼主意我早就猜着了。你看这是什么？不许靠近我，你要是再走近一步，我就死在你的面前。小表妹，你何必这样呢？我真恨我自己，当初为什么不听华丽群的话，现在爹的生死不明，我真后悔。别哭，我负责把他找回来，只要你答应嫁给我。嫁给你？今生今世你也别梦想了。你别忘了，逍遥庄现在换了主人，你的生死操纵在我的手里。我根本没想再活下去。玉梅，你何苦呢？你要是再不出去，想再动歪脑筋的话，我就……哎，好，我出去，我不做强人所难的事。快出去。秋兰，小姐就交给你了，要是有什么三长两短的话，别怪我心狠手辣。是。知道偷生袭命，反而大胆地邀约我们到这儿来，未免太不知死活了吧。我早已把生死置之度外。啊，想死太简单了。在还没有动手之前，先让我说几句话。花姑娘，不管你对我的观感如何，我必须要告诉你，
华丽群绝非宵小无耻之人。今天我既要为你的安危做生死决斗，更要为死去的花老英雄报仇。我爹他，他怎么样了？在花老英雄安息之地，为他老人家索还血债。好，我就成全你。哎，老大，杀鸡焉用牛刀啊？华丽群怎么就是您手下败将？让我们弟兄三个来吧。嗯，好。出你们的绝招，三才阵。做的，我跟华丽群虽然是无亲无故，可是我不能眼看着他为我们花家而死。你放了他？放虎归山，我没有那么傻。我答应嫁给你。嗯，真的？不过我们现在不能成亲。什么时候？过了我爹七七忌日以后。四十九天我等得及。不过那颗火龙神珠呢？人既然是你的，成亲以后火龙神珠当然会交给你。好。放了他。老大，今天放了他，将来他会报复的。要想破得了咱们三才阵，或者胜得过我封俊杰，除非他是八倍哪吒，一个人可以用八件武器，这一辈子他也甭想了。放他走。Thank you.
领情。不过，士为知己者死，我不能辜负华庄主对我的嘱咐。七七四十九天以内，我一定再回来找你们决一生死。镇或者胜得过我封俊杰，除非你华丽群是八倍哪吒，一个人可以用八件武器。我一定可以做到。哎，封大官人对你哪一点不好？人家年纪又轻，品貌又好，尤其是对你花姑娘啊，是体贴入微，百依百顺，嫁给他是福气啊，你不应该不高兴啊。少啰嗦。好好好，明天是你大喜的日子，你应该去换换衣服，吉利吉利。不用了。说好死不如歹活，我真不懂你是什么心理，明明不是对手，还要一而再再而三地送上门来找死。今天不同，这不仅是我们最后一次决斗，而且货真价实的火龙神珠，是花老英雄临终的时候交给我的，现在跟你赌一赌，我死了宝珠是你的，你死了我要把它卖换成米粮，来振救江南的千万灾民，你做得了主吗？我同意。好，是谁呀？使用三才阵。你胸有成竹，原来是有备而来。
不过，你别忘了我曾经说过的话，除非你是八倍哪吒，使用八件兵器才能胜过我。就凭你这六支龙形剑，仍然不放在我的心上。空话少说，我们手底下见真章。
居然真的练会了龙行八剑。